在家里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屈膝，然后后面就放着一个靠枕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打电脑。不行吗？打妹吗？这里就不行了，你的脖子也卡住了。因为平常有时候我就是会有妈妈手的那种镜头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吧？这个有点水水，有点像普通的乳液，一直换热毛巾，对，还要去吹，真的是吹里面要放水哦。对，后来呢，我就一直寻求一些解方。然后我后来呢，总算在网络上看到超夯的，就是这一个按摩霜。那我在用它的时候呢，通常我都是在这样子先摇一摇，之后它是怎样擦了就是热敷哦。像我有时候就是手腕的地方会有点这个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它是乳白色的，它在挤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推哦，画圆的方式这样子推。那像我开始在用这个按摩霜的时候呢。好，我给淋雨也用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然后你用画圆的方式，像我刚刚这样子的方式。哎，这个还蛮没有我想象中的黏哎，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用过这种运动的药膏，都非常难推，对，没错，很黏哎。但是这个不会，这个有点水水，有点像普通的乳液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像这样子的画圆薄薄的画圆的方式，然后你一开始呢，你在使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有一种凉感。凉凉的，那就很像刚刚的医师群说的，就是呢一开始先冰镇嘛，因为你发炎羞乎乎的，好发炎的先把它镇静下来，接下来你待会就会感受到慢慢的就会很热，因为我在用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说哇，通体舒畅的感觉。我知道它呢就是不含西药，不含止痛药，好也不含类固醇，它是纯天然，分子小，然后透皮吸收能力又很好，之后呢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最爱了，很像我们就是平常在保养的那个乳液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也不会有那种辣辣很臭的感觉，还蛮我个人觉得蛮温和的。因为平常有时候我就是会有妈妈手的那种镜头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可以不用再去拿毛巾热敷，或者说哦天哪，带小孩已经有够忙了，我还要去烙水烙小水泡在里面，泡在里面没多久，通常小孩就开始哭了。所以这时候这个东西，这个按摩霜对我来讲是非常快速，好，就是不用热敷，直接它就修护会让你全身就是开始哪边酸啊你就磨哪里，就非常的 OK。那另外呢，它其实它还有个专利，它的名字呢叫二型胶原生态。哦，这是它才有它，而且它是非常高浓度的哦，所以呢，它对于啊保护我们的这个软骨组织啊，哈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手的关节啊，在动的时候活动力跟柔软度，哎，它就是非常的有帮助。然后甚至像髋关节的地方，来，像淋雨，你可以来摸一下我的这边哦，有浮力，还有髋关节，好，扶好了哈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那个分开卡卡的，而且有这个，哦，还不是一弹而已，有没有弹？有没有？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吧？所以你就会擦这个，我就只要用这个按摩霜之后呢，它一开始先帮我感觉有那个镇定，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很舒服。接下来呢，就热乎乎的，就整个好像是血液做了一个循环，我这边整个就会舒缓开来。所以每天擦，每天擦，天天擦，天天擦，家里一定要备很多罐，大罐嘞，细罐嘞，拿出去运动的时候、旅行的时候，哦，必备的，不离身嘞，哎。哦